谢谢小平，谢谢老师，好听，好听。有请雅文老师。平燕老师好，你现在的状况怎么样？声音是因为感冒吗？一点点，但是是过敏。过敏啊！他刚刚在后面一直打喷嚏，哎，哇，过敏，过敏体，过敏体质啊。然后你这么喉声足严重诶，跟你现在变声愈来愈严重都有关系，又加上了你的过敏，所以呢，你在唱腔的共鸣点的转换呢，要更小心。你今天唱的就蛮对的，就是说，尽量不要去用力的跟它，你反倒用假音去把它掩盖过去就好了。轻轻的唱，不要伤到喉咙，知道吗？你今天唱的这样，这首秀拉玛雅版的，我觉得很棒，很好听哦。你也很用心唱，只是说我比较担心你的变音。变声还有过敏的问题，好，自己小心，加油。谢谢老师，谢谢阿德老师讲评，有准备好。现在慢慢长大了吗？会跟以前不一样，不过声音也会改变啊。然后你身高会越来越高，然后可能慢慢就是会有自己的安排啊，就是爸爸也开始要跟你保持一点点距离，这样子。有准备好了吗？一点点吧。一点点啊，有没有舍不得？目前还没，但可能会，可能会啊。好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有一天有舍不得的时候，就要更努力的哦，长大。因为长大其实是一个，就是很努力的长大，才会让关心你的人放心啊。今天这个红红的歌用哦，就好像是在，就是长大以后回想你今天这个时候的一首歌啊。反正你长得越大呢，今天这个记忆会以后越来越明显啊。今天两位都表现很好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